你总是拦着我。星流花神跟片羽真心一本之后就会灰飞烟灭，我要是不拦着你，死的就是茯苓。 你自己求而不得，就希望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不幸吗？与你何干？丫头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这是我们的星辰号，这是属于我们的回忆呀。 一千姬留下这个藏着父女过往相处片段的盒子，恐怕是希望当他入神时，还能用俗世的幸福唤醒他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 少武，不是你的伊芙琳。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绝境，我都不会放弃你。你要杀我就来吧。 Thank you.
我们我是不会走的，除非我死。为什么没有停下来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了，南雨渡，我的故乡，永别了。南雨都，他生出了双眼，已是个真正的贵族。长久以来，我们雨族一直以能否生出双翼来区分贵族和平民，但是直至真正的死亡来临之时，我们才一同见证是勇气才标志着真正的贵族，真正的英雄。在这上面镌刻着雨桐、岳云奇以及黑羽军团所有牺牲了的战士的名字。是我们雨族傲视九州的，不是星流花粉，而是勇敢顽强的精神。南雨族万岁！南雨族万岁！南雨族万岁！一切都恢复平静了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真是我的好侄儿啊，把苦差事留给我，自己逍遥快活去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天一，
你没了双翼，我也不再是花神。我们要去哪儿？丫头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？只要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没了双翼又能如何？兰州大地，我们一样可以用自己的双脚去踏遍。